这是谁？看我说妖女，害我赶快换照片，换照片就每个人都笑我。好了啦。谁？看我说妖女，害我赶快换照片，换照片就每个人都笑我。好了啦。吹过哦，电话迄哦，还是电话哦，你客等。买。电话萝卜糕内底，这萝卜糕跟一个芋头糕啦。电话。电话饭店啊，台北电话饭店啊，人周友去要结婚那间饭店。我刚才有这样的概念吗？电话够物尽其用，用椰子煮的哦。什么？用椰子香火啊。哦。你要去看吧。我的美腿。象腿。象腿就是免疫力太差，那个要看医生。我没有，因为外面冷空气跑进去不行。哦。它就是变成这边的水干了，要再加，一直要加外面的水，外锅的水。然后中间过程只能拿起来试那个。嗯。那你我嘛给我。差一点点就好，让我拍一下。拍照就好。好好好。Thank you. Thank you.
我们要看鸟的。有啊。鸟主要会吃吃稻粱，你会等得到粮不？对。我娘在家里边，嗯，在家里边，养家鸡、家鸭、家鸭子的。哦。鸟来，鸟嘞，哎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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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阿妈在这生了呢，我是讲要来接稻谷，明天才要引水啊。嗯嗯嗯。哟，人家母亲嘛是较歹啦，无法度啦，我着找较尽量找好个。伊只即摆听见嘛声，伊较袂兴奋啦。哦，会听你话呢。对哦，嗯，你听我话，伊要食食啥？我叫食饭就赶来哦。食饭哦，我就来哦。来，食饭来。来，伊拢叫，伊拢叫，伊拢叫，叫来遐。要出去耍啊？伊拢。来，喵喵喵。我若讲抱抱，伊就我咧行拢抱抱来，就鼓咧，我就抱起来呢。好啦，好啦。嗯，伊就足舒服，伊就咕噜咕噜咕噜。晓得晓得，伊这人起码安尼，含足个拢熟悉啦。嗯。含含面部也拢会啊啦。啊，你啊囡仔回来伊较惊啦。舒服。我拄仔要来接棒啦。我有揣着两拍来食，你看这看伊。好可爱。睡姿看睡姿啦，看镜头。就小块的，这金马这样，这样会使啦吼。哦，会啊。要钓钓，你要快，起码就要钓一些草虫，起码就去摆点个安尼哦，才有事。啊，个以前我跟拄啊底下钓就一样的嘞。
是小粒的，啊，这个着大粒的，接大粒的。嗯，啊，你只个袂走，伊袂惊大人啦，佮惊囡仔好无？嗯。囡仔会佮走太。啊，伊若转来拢走咧，走咪咧。嗯。你到安尼。甲摸伊着恁舒服。吓，我袂来。嗯。我袂来摕咧讲啦，迄个。这是不是种豆啊？啊，也无生。我袂当，我着袂来。这收费了安尼，迄派去的派到盖内底啊。我就是讲，啊，即我是讲老老的吼，啊，即我啊，即要介绍呢？介绍哦。我甲看袂出啊，七十尔呢。我嘛有看到39块的嘞。啊，伊我你是做39块？诶，一斤39块，有几多？嗯。伊都是讲，伊讲会迄个，迄石块就遐啦。乌乌石块，迄个就咪袂遮甜。这地头也甜，然后直接打开烤的才甜啊。嗯。应该这我吃，今年点不是不该甜啊。太难吃了。广寮艺术村，他们如果帮他洗、嗯、洗一洗，他们就会赶快出来要吃东西、哦、要帮他洗水池。嗯。那如果您不赶时间，我也可以现在洗一洗，帮他洗，他们的感觉会不一样。嗯哼。然后就开始冲水，我拔掉给我一个水。洗澡哦，我对他说洗澡哦，洗澡洗澡。我喜欢当那个小孩，我觉得这个很好。香油就会很好吃。嗯，葱花香油，然后你。
点多。